8号，还要拜托拉票，谢谢。啊，老板娘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是珊珊。老板好，多谢。这是我本人啦，拜托拜托，谢谢。选战进入倒数，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来到公馆商圈的公有水源市场拜票。在水源市场自治会会长的陪同下，黄珊珊脚步不停歇，一路向在场的摊商和顾客问好拜票。对我们水源市场贡献很大，他每什么都，你看帮叫我们帮忙什么东西，他都答应，所以他对市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对啊。他们也很配配合，水源市场在这边算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市场，贡献很大。好啦，地方他们有什么要，会找他们提出的问题，我们就尽量协助，都帮我们解决。有啦，尽力而为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大姐好，我是珊珊，谢谢哈。老板娘好，拜托大家谢谢。他在忙，不好意思，水饺阿姨，感恩啦，感恩啦，谢谢。你超准时，台北市第一名。对啊，感恩啦，感恩啦。我拍摄，我迟到，我迟到。你不迟到啦，多谢。好的，好，你好，我是珊珊，谢谢你们。你好，我是珊珊，谢谢你，黄珊珊，谢谢，是我，谢谢。那多谢，我是珊珊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谢谢，拜托拜托。好的，拜托拜托，背后。你好，黄珊珊，拜托拜托，谢谢大姐，谢谢。大哥好，拜托你，不好意思打扰，是的，我是珊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大哥你多谢，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珊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大哥，谢谢，这是我，谢谢，拿过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呢，大家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！再多两张哦。我跟你好，我是珊珊啦，是我本人。多谢，这是我本人，拜托。我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麦克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你好。哇哇，这专业的，专业，这专业的。哎，我看一下，钱在这里，这要特别跑去买才有的。已经没了。好像没了、欸。对，昨天最后一个。我、哦、真的吗？嗯。你买到最后一个。店手机有帮你拍张照吗？哦。他昨天买到最后一个。我们好像存货也不多了，选前，选前要把它清光光。谢谢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这是我，拜托八号，要拉票，要拉票。知道黄珊珊会来水源市场拜票，许多支持她的民众，还有妈妈带着小孩，也特地来到现场为她加油。我是前天就是看到她的造势晚会的那个影片，我才就是喜欢上她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台北市的居民，对，我们住新北市，然后今天特别来这边追她这样子，然后因为看到造势晚会的气氛有被感动，所以我就特别去搜寻黄珊珊，然后一直回顾到她。很之前的那个po文，然后很多直播的动态什么的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不做作，因为他敢直播，对，直播就是拍了就拍了，没办法剪片嘛，对对对，所以就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加油，然后想要提醒他就是要保重身体，对，因为真的太辛苦了，前阵子生病他也都没有缺席防疫记者会，这个我觉得很感动这样子，对，那你会帮他拉票啊？有，因为新北，对，然后但是我就问了。就是旁边大部分的人，其实我周围的朋友大部分也是住新北，对。但是如果有住台北市的，我有跟他说一定要去投黄珊珊。我怎么会特别想要来给那个珊珊姐签名？我全家都很喜欢副市长黄珊珊。然后其实我现在本来今天要来，可是因为要上班要开会没办法来，所以他就说请我一定要来这边等珊珊姐。然后他说晚上下班要去景美夜市。果然是疯狂的疯狂的爸妈。就是都有看那个行程就对了，对对对，我们都有在 follow。 对，因为他从在副市长那边的时候就在积极的帮我们做渡更的程序，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对，原本住户一直冲不到同意率，冲不到80%，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，反向投票的方法，让我们完成了八成的那个同意率，然后也完成了最近的选屋。对，那现在已经在市政府核定，
那希望能积极的，希望在他能在他任内能开工动土，所以来特别帮助他。对，因为真的460户比斯文里三期都还难，现在是台北市最多户的一个整宅都更，所以到处如果有他的活动的话，有时间的话就尽量来帮忙。那其实不止我，我们的天智第一号分身有另外一位隋大哥，是他发起的。黄珊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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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祝福黄珊珊高票当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黄珊珊是年轻人推出的代表，年轻人要有前途。必须选8号黄珊珊，台北的希望，黄珊珊，台北的光塔，黄珊珊，青年人的希望，黄珊珊，大家一起支持黄珊珊当选。选战进入冲刺阶段，黄珊珊持续一步一脚印到市场拜票，也恳托大家帮忙拉票，诚恳亲民的形象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与力挺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